者洪瑞晴台南报道，今年台南市安南区吃木鱼节活动推出私募飨宴，在安南端出传统古早味，而且模仿网红影片做另类宣传，剧情桥段环 Q 走赖院长欢乐搞笑到不行，短片 PO 在脸书台将风土餐桌，至今已超过2000观看人次。私募飨宴在安南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优创作歌谣中的味道，分享吃木鱼在台江的故事。小满食堂主厨王慧慧端出吃木鱼家常菜，台江爱心总铺吃蔡瑞成则创作老味道新料理，再加上台江渔人颜荣红述说吃木鱼传奇，让民众在十月凉凉秋风吃木鱼正肥美时，早上听歌听故事，中午来吃半桌菜色。包括小满油封和给私募滋味拼盘，私募鱼翅肉姜醋草本虾泡菜花枝卷乌柳汁私募鱼古早味炒米粉私募鱼罗曼木素牙卷等。这支百分百土制影片，安南区长严升其首度客串演出之外，金曲歌王谢明优也寥落去扮演小黑。 TV 记者敦子手拿麦克风访问区长，素有台江小鲜肉外号的颜荣红扮演山寨区长，则是混身解数搞笑演技，他们在剧中的夸张表情成了网红素人，尤其剧中加油添醋安南区治水题材恶搞程度爆表，令人笑呆。相关连结。